其实他现在还单身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认识叔叔的话，可以介绍一下哦，谢谢。有句英语是I'm 99% angel, but oh that 1%。对，所以大概的意思，这张专辑的概念就是，它是以一个比较女性的视角去，描述一些事情，比如说我可以很大胆的去追求恋爱，我可以很大胆的、很自信的做自己，爱自己。然后，就是虽然大家可能都会摆出一个很天使的模样，对，但是其实他们内心都住着一个小小的恶魔。那张专辑呢，就是会比较成熟一点，然后有讲到一些比较大尺度的东西，然后一些 sexy 的东西，一些酷的东西，一些比较有态度的东西，都在 99% Angel 这张专辑里。媒体这么发达，我发现其实很多年轻人呢都喜欢用就是他们的网络去听音乐，所以我们这次有设计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网站，然后上面呢有整张专辑的试听，然后也有做很多不同的视觉，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，就是你可以上去跟其他的网友互动，你可以上传自己的照片，然后你可以加你自己喜欢的一些贴纸啊，就是很 DIY， 就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一个网站。